秀郎。重秀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傻坐在那里干什么呀？这流星坠是长眉掌门帮你炼化的，你在担心蜀山？如今天下大劫将至，英南姐姐传信给我，让我安心待在玄机门，等待危难过去。可是你根本放心不下他们，想要同他们并肩作战，对吗？想当初我刚入玄机门，知道你爹就是传说中的百里流光的时候，我曾私下问过你爹，为什么怀着绝世武功却迟迟不肯传授给你。你爹只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是我的活法，我不想萧郎跟我一样。昔日你爹是为了保护你，如今英南也一样。可我现在不想被人保护了，看着关心我的人受伤，比我自己受伤还要难受。如今我只想保护我爹和英南姐姐。昔日你爹所做之事没有错，你的心之所向也没有错，而我能给你的建议不过是听从本心罢了。这世态千机，参而不透，可后悔怕是这世上最折磨人之物了。本心。娥皇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以为你们会去追我，挽留我，结果你们一个人都没有来，所以，我自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哎，回来就好。
白师兄，我们今天要对付的人是麒麟云，你们同饮过幻波池水，如果他有何不测，你也为了此战，你不惜把赤魂石打入自己的体内，我又有何畏惧的呢？那都说完了吧？既然我们人已经齐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掌门真人还未醒来，苍虚却来势汹。各位苍虚同门，我深知你们不识我这个掌门，但如今生死关头，我希望你们听我一句，放下武器，保全自己，麒麟云会将苍虚带向毁灭，希望你们莫要助纣为虐。齐掌门说了，蜀山私藏妖人，欲夺赤魂石以令天下，凡擅闯灵石拱门者，杀。